大家好，我是吃饱了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的前锋。当他压好身材，遇上谈吃色变的前锋。汤底太过分了，这全是油，全是辣椒油。哎呀，一烤那时候滋啦滋啦的那个羊。哎呀，现在都咽口水。起来吃火锅，回北京吃重庆火锅。不用，一会儿就去。为美食打抱不平的前锋。不是说牛油它一定胖，是混合油它才胖。你看一说火锅，看峰哥厉害的感觉是不胖。晚上我不会吃完就睡，但是我可以选择在睡前再吃一点。哎呀，我真想给你击个掌，真是。哎呀，真是美食真的是不可辜负。就是为什么我们忍不住呢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想象到它嚼在嘴里的这种流出出来的那种快乐的感觉。为贪吃找借口的前锋。但是晚睡还容易长胖，因为饿。你睡不着，你肯定会饿，饿了就要吃东西，然后吃完东西以后又有困意就睡着了。但是有时候不是说这些美食是怎么样，有时候就是朋友跟朋友在一起的那种气氛，对，氛围，我觉得我吃了这个鸡蛋我赚到了。但是我就太不能理解说这个节食，因为节食太影响我的情绪了，我会特别特别特别的郁闷不开心。